然后在如何的前奏喝了一口水，然后我现在是副歌直接呛到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歌唱的频繁的喝水，不敢再走。哦，我开始听到志英的声音了。不行啦，尴尬，我们也只剩一首歌了呢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米先生就是我们的余超，在高中的时候是米先生的疯狂脑粉，对，然后我跟他大学的时候会在大学开米先生的歌，不要了，不行啊，他有版权问题。这首歌天色不是
声，在出生的世界找回家的路，回家谢谢大家，我是 Who Cares 胡凯尔。